哎 ，Hello， 这首歌我们到底年收入多少？我们好像都被分到，现在下文。现在我们总共赚的大概是24块左右。24块哦，还有努力空间啦、啊。大加币，加币，加币。到底换算多少？那边还没换回来。他说26。好。这样子讲加拿大上完。上完都没有去加拿大。上完我跟你讲，加拿大东西很贵。没去啊。你要去加拿大的那个？讲话不要给捏，讲话不要给捏，你可以捏给别人。不敢不敢，我不是谈很好。好了，你不要心中弱小好不好？那好，今天你没有去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。好。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很崇拜的国中的一个乐团，它叫原始的乐团。他为了一个爱情摇滚，我们国中的时候听见这首歌，然后呢，我国中就听过他唱了。他们是第一个原住民创作乐团，第一个出专辑的乐团，一个老前辈。然后、啊、上次我们去阿里山的时候，唱到我们要唱他的歌的时候，那个主唱突然从后面出场了，然后他就顶着8个月的深肚子，对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《来不及》。都没有跟阿猫讲，你有麦克风可以跟他讲。阿猫，阿猫来不及。我们原本排的歌曲是想你，想要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来不及。想你想要的。他们已经拍整齐了，对，真乱。好，我们先唱另外一首吧。我都准备好了，对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摆手给他一下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真的半年都没有在这边了，哇，真的完全没有舞台的感觉。好。想要把你留住，因为他很欠钱。